谁家的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？我的娘嘞，我的娘嘞，真漂亮！你把花送给她，告诉她你好漂亮，我好喜欢你。你好漂亮，我好喜欢你。呀，这一定用嘞！你好漂亮，我好喜欢你。那还没想吃天鹅肉。老雷，你好漂亮，我太帅了，玩儿又快，太帅了，好无奈。走，一会儿给你们炖牛蛙吃。啊！兄弟们，两个多小时，终于把它清理干净了。开搞，咱们现在开始吊一锅卤汤。首先，加点清水，老姜、红花椒、魔鬼椒，还有18种香料，缸里头98号牛，缸里头。先让这个料和这个汤充分融合，水开煮上1个半小时，再炒一个糖色。20年的老冰糖，缸里头。汤已经做好了，开始倒入糖色水。来1滴溜咸盐，味精鸡尾、胡椒粉，缸里头。麻辣鲜露，缸里头。生抽，缸里头。不要钱的蚝油，缸里头。再煮10分钟，时间到。来，飞哥，牛蛙缸里头。关火，没上20分钟，时间到。开盖，来点小葱花点缀一下。飞哥。来，开饭！哎呀，飞哥！哎呀，飞哥，你看菜没炸了吗？炸了，叫癞蛤蟆香。妈呀，真香！哎呦，香不香？香。多吃点啊！好。太香了。哈子来呀，马上。哇，舒服。